临近风啊。这么一个作用，桥梁作用。
是的，啊，正是这个表一个态，就是因为呢，原来呢，奥巴马这个时代呢，我也表了态，也支持奥巴马。现在共和党这个执政了呢，我也支持共和党。在现在这个情况下，这个大家都在准备这个抗疫这个新冠病毒嘛。现在这个病毒的面前呢，大家呢不是这个甩锅，最重要的不是甩锅，也不是打嘴炮啊，而是应该是大家来形成了怎么样的共同交流，这个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这个交流非常重要啊。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呢，就把这个帮助美国人民化解误这个把这个化为危机化解。这个解疑答破，就是排除万难，下定决心排除万难，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更高的一个台阶。好事多磨嘛，是吧？我们都这么多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了，是吧？也大风大浪都走过来了。我们过去呢40年呢，得益于中美关系的这个友好合作，合作共赢，互利双赢所发展。那么未来呢？不是40年，是100年啊！我们100年也要走下去。我们中美关系那只能够越来越好，不能够这个半途而废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全力以赴啊，支持美国。共和党也好，民主党也好，拜登说了一句话，拜登民主党在奥巴马时期说了一句话，那美国呢，就是要有这个机会挑战呢权威，挑战政府，挑战这个错误，挑战错误。那么我想呢，不管是政府的哪个人吧，都是人来说，都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
这个美国的性质叫共和，共和制。当然，它下面的具体呢，它跟中国这个单一，变成一种法律的解决，变成法律。
一顿的觉悟，这么一个提高这个，不但是提高全体中国人民，包括台湾人民的素质，而且要提高全体美国人民的对待中国这个看法的素质。因为美国人呢，对华人呢有个歧视。最近呢，因为这个中国这个非典呢，那不是非典，就是因为新冠呢，新冠病毒呢，发生了很多纠纷。我们平面里看到的纠纷，这个是挑动这个族群，美国的族群斗争，这个是蔡英文民进党的拿手好戏，就是蔡英文这种新冠病毒这种挑动中对中的仇恨呢，传染给了美国这个政府，这个就扩散了。蔡英文这个仇中不恨中恨，这个反中啊，污蔑中国的这个疫苗，啊，全世界泛滥。蔡英文的啊，这个，他的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的一个人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大家都把这种化成美女的蛇。冻僵的蛇看不清楚，我们就要通过这个，我们在美国呢，就让人揭穿他，揭穿蔡英文，他的造假、骗假、文明造假、舆论造假、选举造假、骗票，在我们这个空手套白了，满嘴的假话，从党内从。民进党党内选举人坐票坐，把那个赖清德给坐下来，到，然后这个，当然选举又把那个韩国瑜坐下来，这个已经是轻车熟路了。他是坐的817万票是哪来的？造假做出来的。我们就像陈经典那个319那个子弹一样。台湾这种事情啊，就是鸡鸣狗盗的事情啊，做假的事情啊，就是到选到这个民台湾的民主啊，实际上是最肮脏、最腐败的。夹杂着很多啊，这个见不得人的肮脏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民主选举啊，有的时候。这个民主的这个选举，还有这个议会，还有这个什么，这个是往往是西方这一套呢，到中国人手里啊就变了味儿。所以中国人这个民主呢，啊，我们都觉得可怕。大陆也是这样的。民主呢？我们从革命开始，大民主、大运、大自贸啊，这个大串联，还有个什么，这个，我们从革命的这个四大民主，这个民主无法无天，就比那个太阳花运动的，就是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差不多。所以呢，因为大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，经过了64运动。这种中国人呢，就是在这个民主啊，这个民主与这个造反，以及这个制造这个暴力啊，是第一流的。因为民主暴，小村落的一件极为寻常的事情。
改的草房里，婴儿的啼哭声打。
Thank you.
苏贞昌啊、赖廷德，还有这个孙刘，所有的从老到少都是这样的仇恨心，因为教育啊，能够毁了一代人啊，两几代人的教育。我有这个信心，我不是学法律。